中国代表团对刚才付诸表决的决议草案投了弃权票。在今年一月安理会表决通过第2722号决议时，中方投了弃权票。我们的主要关切是，该决议在若干关键问题上模棱两可，可能带来消极后果，导致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。我们看到，个别国家在2722号决议通过后，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，不仅造成基础设施损毁和平民伤亡，也加剧了红海水域的安全风险。此次决议是对第2722号决议的技术性延期，基于中方立场的延续性和第2722号决议通过后事态的发展，我们只能再次投弃权票。当前红海紧张局势是加沙冲突外溢的表现之一，加沙立即实现持久停火，有助于也门和红海局势降温。我们呼吁有关国家以负责任的态度，切实为此做出真诚努力。中方愿继续同安理会和国际社会一道，推动加沙立即持久停火，推动政治解决也门问题，共同维护中东的和平稳定。